撒娇效应席卷每个角落，触发社会热烈讨论，网民深表共鸣。最牵动人的爱情即将走向中国，是圆满收场定伤感离场？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。有没有想过跟我结婚？我要和你共用高人。我和甜蜜是没事，如果你都嫌不顺的话，我没办法的。多谢你为我做这么多事。发达太太手袋贷款特约，不懂撒娇的女人，星期日晚9:30翡翠台。